大家好，我是胡爸。今天8月18号，来仔发行两款新的刮刮乐，一款是推金币，面额100块，抽奖50万，中奖几率是30%；另一款则是钻石乐园，面额200元，抽奖100万，中奖率是35%。而台彩刮刮乐万元现金周周抽，目前还在进行中。记得无论有没有中，都要先刷过 QR code， 再丢掉或领奖。把它最后的残值利用光。接着我们先来刮推金币，它的游戏玩法就是比大小的方式，你的牌只要大于对方的牌，就可以获得该对应的奖金。在看完奖金分配后，我们就开始刮了。先来刮84号的推金币，我的金币17 9 13 15 12，再看对手的，没有，这个有，好，这个哦，应该是五霸口，果不其然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87号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最小的金币，60个哦，4 2 6 3。接着换我的，8，跟刚刚的反过来，2 1 3。先稍作整理一下，推金币的84号呢，我们中了200块，代码是 BWO。87号的呢，我们没有中，代码则是 OHN。推金币这次的奖金分配呢，一本里面不见得会出现一张1000块，一定会出现的面额最大的则是500块，所以里面可能不会出现1000块以上的奖项。甚至你800块都不会出现。接着我们换下一款钻石乐园，钻石乐园它这一次的卡面设计呢，就是一个游乐场的设计，有摩天轮、马戏团，还有旋转木马、1769，有4种玩法。第1种玩法呢，就是幸运号码去对号码；另外一种则是刮出一个金额的该金额。然后这个马戏团这里呢，就是2个相同金额就可以得到该金额。旋转木马这里只是要3个相同金额才可以得到该金额。我们先由摩天轮这里开始，先来看看我们的幸运号码是多少。15 跟 20 21 24 12。热气球的部分，刮出一个金额的该金额，00。马戏团的2500，最后一个希望，3个相同金额。W 的话应该有200才有希望，然后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钻石乐园，我们整理好了，它的代码则是 OKW， 一点都不 OK。 而钻石乐园这次的奖金分配呢，每本应该会出现2张的1000块，加上上一期的台湾好棒奖金分配这么漂亮，近期面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再推出那种款式的。今天新出的这两款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买来试看看，虽然他们这次头奖似乎都稍微缩水了，可以小小尝试试试看手气如何就好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